大家好，我是法律老师，我来这里给你们很好的信息啊、这个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可以学习语言。我有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包括让你们学习啊、四种语言，一个是英语，另外的中文，还有葡文，还有你们如果愿意学习还有那个古代的语言，巴西的古代的语言，我们的邻居的语言叫杜比。所以如果你们愿意学习那些语言就告诉我，我们可以找到那个联系，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一起学习吧，好吗？再见。